着速控制器介绍。新升级第四代控制器，变频控制器采用分体式控制器触屏遥控，而定速控制器采用分体式控制器液晶显示。分体式变频器的内部采用进口零器件、进口芯片，主板部件采用先进封胶工艺，故障率降低 90%， 使用寿命延长3年以上。而分体式定速器采用尖端零部件，5年故障率控制在 0.5%。 所有机型配备红外线遥控器一个。